穿上洋装，看着手表，时间快到，心蹦蹦的跳。和你的第一次约会来临了，我相信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。你心里理想情人是几分，是否也会有我的好想知道你的100分会给怎样的人，亲爱的你，陌生，真叫我兴奋。我想问，亲爱的你，安安静静的朋友变成情人，可不可以告诉我标准，不要让我一直等。